全场只有700多的预算，想买一台高性能的二手机，安卓的话，骁龙八千都要1000以上，价格便宜的什么骁龙八四五啊，什么游戏根本就带不动。别再看那些安卓机器了，还不如给我点关注，带你看看批发商拿的手机性价比到底有多逆天。第一台的话就是苹果 SE2，A13 的处理器比什么骁龙八八真的是强太多了，好吗？千元以内，安卓能找到骁龙八八的机器吗？不可能。绝对不可能，性能非常强劲，用个3-5年都不是问题。在我们华强北批发商这里，成色差一点的也只要799就能拿下。第二台 iPhone X 第一代的全面屏 OLED 屏幕 ，A11 的处理器，现在性能够用，双摄后置摄像头，方方面面都是旗舰机。我手上这台换过屏幕的，直接1099就能拿下。第三台苹果8P A11 处理器，5.5英寸大屏幕，之前被称为游戏主播的专用机，有没有用过这个机器上分的兄弟们？还有双摄像头，比起很多安卓旗舰，拍照拍视频都要好。你们看到的价格是不是都还要1200多甚至1300多的，我们批发拿货只要899就可以拿下。